今季欧洲联赛冠军杯的最差入球，肯定属于拜仁慕尼黑的守门员简宁了。至于最精彩的十个入球又是哪十球呢？现在为你们揭晓，坐定定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皮亚斯纽卡素对着基库大拿姆做出的。另一球啦，巴黎圣日耳门对住比斯迪斯，咁啊斯蒙尼咧射不个靓波喎。第三球咧就系卡鲁士啊，喺皇家马德里对住波图嘅时候咧表演出呢球嘅。跟住睇下连度喺利亚斯对住士砵亭呢个入球。列比鲁夫在基库大拿姆对着巴塞罗那，这球又怎可以走鸡啊？第六个是比利治由利华古逊对摩纳哥的时候见到的。现时风头最劲的迪比亚路啊，在祖云达斯对摩纳哥的时候射入这个世界波。另一个金球是曼联的杰斯对着祖云达斯的时候自己找到机会。摩纳哥的谢斯古个人撕破曼联的防线，更加值得回味。最后一个金球由简拿高普斯做出，这场比赛是奥林比亚高斯对着波图。十球。